珠宝生产是一个非常精细的过程，非常难且需高度集中。你肯定热爱着你的这份职业，不管你是制作黄金还是喜欢珠宝，有一个专门为你定制的 YouTube 频道。Blue Mars 研发了不同的珠宝制作技术，除了先进的设备，我们还提供许多制造黄金需要用到的手工雕刻设计。想让你的珠宝更特别吗？ Blue Mars 就在这里，只要在我们的频道上看看并设计视频就可以了，你就会发现这样的设计是多么简单且实用。手工设计是珠宝生产最低成本的一种生产方式，且每个人的想象力有限。欢迎观看 Blue Mars YouTube 频道。